来玩这款游戏《天上城传说》。会特别想要玩一下这款游戏，主要原因是在于它在评论区部分官方的回文算是礼貌亲切，而且充满血泪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但是你会感觉到一种就是它不是罐头讯息的，那你会感受到尊重。哦，这动画也算是不错的，释放技能。CD 时间，凑齐三颗爱心符石。哦，所以它是以这种方式的，又可以斜向，又有强化腐蚀，有一种神魔之塔的 feel 啦。这边有一个五颗可以合啊，点击发动技能，技能发动，还算是不错的。那这样子可以叠珠吗？这跟神魔有点像哎，神魔的简化版应该这样子讲，顶多就是简化版而已啦。这样子可以有跌到吧？哦，没有跌到了。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啊，有限的时间里，你可以不断的去进行排列组合，啊，这样还算是不错的，哦。虽然你可以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，但是你开始滑的时候，你就要先算好你要怎么去滑。哎，这样还算是可以的啊，哦，有没有 feel？ 有 feel 了吧？拜托。这叠起来不一样了哦，几 combo， 14 combo， 谢谢各位献丑了。下一关了，这边可以合吗？这边可以合，有叠啊，稍微叠了一下而已。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它叠起来呢？不行了，像果然啦，如果不常玩的话，基本上叠这个有点困难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扫一下，我这很不错的啊！闲来无事，这款游戏就拿来玩一玩吧，过关了 ，victory 了。我好像看到第三章的样子哦，好像会继续开发下去。SR 一线田路，例会那些还算可以啦。都稍微就是比较偏简化型的。接下来呢，队伍。日魔盒，我现在也是只能继续战斗了，进入关卡继续打了。哎呀，这样子哦，我要怎么盒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子比一般的三消更有创意性的啊，就是一般的话好像就没有做得那么的好了，一般的话丰富性就很少，变化性也很少，因为你只能一般的消除游戏嘛，就是就很普通的。扫一下啊，反正我都有合到了，没差了。这样很，
强制结束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没有可以消除的 combo，他就会强制结束吗？还可以用血的嘞，啊！一 combo，谢谢各位。这样子吧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耶！我好厉害呀，好好玩呢。这应该这是强化的吧？强化素材吧，就是针对你的属性去做强化。哇，如果你本身有在玩神魔之塔的话，这款应该是不用录了。如果你没有在玩神魔之塔的话，这游戏倒是可以玩一玩的，消磨时间、打发时间用的。再抽一个，抽到一个妹子啦！而且我刚刚这样打都忘了开招欸，就角色技能的招式都忘了开。啊，这个应该是类似魔法石吧的概念。赠送好友礼物，哦，召唤好友商店全部都解锁了。这是礼包角色 SSR 90块台币，哦，所以这款游戏的话，目前还在边开发边推出的样子哦。啊，期望它未来会越做越好了，因为本身感受还不错啦，尤其是在评论区的部分。哎，一般你遇到的都是罐头讯息，那个都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要多好好的嘉奖他们的官方人员。哎，好了，没了。这样子要达到很高的 combo 数，哎，至少都五 combo 以上了嘛，因为他给你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。我是，这样好像有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这两个有了。我这次怎么感觉有比较快？其实怪物很弱啊，也不用特别这样子啊，也不用特别去看一下 combo 数。上方这边我有看到是有属性相克的，属性相克的模式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就还好了，也不用特别去看了。哇，这个本子影片就玩到这里吧。哎，角色。boss 来了，角色可以发招了没啊？不行，角色还不能发招啊！哼，好了，本期影片我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